佛法的科学家啦，甲佛法的热力是铁核啦。我都讲吼，佛法袂用个热力铁核，你科学呢真侪呢，会当预测，会当发明，但是呢，你尽管你有法度去预测伊啥物时阵会起远，叫大家人爱赶紧准备哦。无的人要安怎准备？佛陀教导咱慈悲喜舍，所以我们呢就要服务这些有灾难、有困苦的人。2001年纳莉风灾，慈济环保已推动十年，上人因此开始督促慈济人，就算急难之中也要做到环保。上人对于急难救助兼顾环保的要求，从921震灾即已开始。当时地震后仅两天，上人前往台中，途经台北火车站，对委员指示救灾原则。这几天很疫情，现在您就开始要整理名册，名册整理出来，咱差不多一户要搁发多少回。救咱的人无休息，咱绝对唔通休息。好，那苦难人还没有稳定下来，我们还是要陪着他们。啊，恁尽量都爱去发挥一份安抚。啊，恁人民嘛。1999年9月23日傍晚4:52，上人刚刚抵达台中。除了针对921震灾而指示消毒防疫与人力调度外，更叮咛公餐要使用环保餐具。讲啊，那张玻璃也是啥？一顿要十几万人吃吼，贪钱的顿吹啦。吹啦，一直看到都吃，看到都吃。那是无要紧啦吼。啊，我是讲吼，咱这个安尼吃法，我伫电视看到拢是弄破咧弄。啊，迄个造成了吼，都咧已经卫生麻烦啊，佫加迄一。一顿啊，十几万地吼，想一想怎么办呐、啊嗯？所以我即卖是叫人讲吼，咱的迄个环保碗，吼、我叫关键经经过落去做吼，啊做紧送啦吼。啊，咱到遐灾民，反正咧，咱唔知要几工搁伫遐吼。咱好伊了后，你讲啊，后顿你搁摕来滴，吼、安尼，这个物件嘛，好伊做一个吼，迄、个环保概念，嘛是一个迄个纪念啦，都转送。2001年9月，纳莉风灾赈济过程中使用纸餐盒与免洗筷，上人郑重叮咛之后，慈济人开始想方设法。2002年9月，另一个与纳莉行径类似的台风逼近时，慈济人也做了准备。因那里分组工作，连便当的菜啦、油啦、米啦。拢已经去寻家伙啊！甲我讲9万多份的环保碗，可能无够，按算要50几万份吼，就是还佫差40几万吼。迄种的精神吼，实在是予人安尼真钦佩。啊，因为因有遐尼正严阵以待啦，所以我就放心的。从此以后，无论平时的聚会、义诊与发放。只要是慈济人的行动，一律采用环保碗筷。台湾这几十年所过的日子，的确是不错。不管是台湾的交通啊，生活的物资啊，都好。不是常常跟大家说，你打开水龙头，手伸去都有水好洗。
看到这里小小的动作的，就值得我们感恩。要安怎样，大家人呢，敬手牵着手啊，和心协力，这才是真的。从慈济人看灾赈灾的经验中，上人看到灾民和救灾人员双方面的需求，开始与弟子们讨论，逐步研发许多结合环保而能在恶劣环境中便利使用的工具及生活用品。当他灾难的时候，最急切需要的就是饮食。以前我在南部，我们的慈济人有造船公司嘛，那我就说，现在常常有水灾，我们是不是来设计，可以说路上行舟，他们就几十年来就一直在研发，我就说，有船耶，咱现在在那个地方要送那个热食，还没水了，没清水了，我说是不是呢，我们在研发那个净水器，刚好在公家，给我介绍说师父，现在公园院在替我们，我们就已经爸爸水灾的时候，有放一台在那个地方，我就说太大了，你可以给我做一台在船子上，可以哪走用那个周围的水，就可以开始过滤，他说没问题。所以呢，在那个水上行舟啦，在船子脚的水就可以灌入这个过滤器，过滤器干净，它就可以过来这个烧热的，让它热水100度，100度呢，了后就开始呢，咱的香积饭啦，啦啦啦啦的吼，安尼呢，真正是真方便啦吼，真的是很感恩啦。我嘛老早就感觉就讲吼，我们也要做粮食准备啊，唔再去研发吼，相机换啦。那么啊，都要再研发多种的吼，各类要安怎样呢？该储存起来，会当通有几年，咱也亲像讲咱的相机换，只要你安尼甲保存好好，五年的时间摕来就会当泡，就会当食啦。类似啦，安尼的这个方法，嘛是吼爱哪做，也嘛是呢爱哪炖呐。人讲好天爱接好来临吼，那随时咱都会当供应。啊，当然啦，希望讲吼会当天下无灾上好啦。啊，国会当讲吼要安怎样啊？有时阵呐，无电呐。无瓦斯的事，那么唔通去学枵着，这呢就是对。十几年前啊，常住师傅啦吼，虽然因是出家，唔是专业啊，但是呢，因嘛真用心嘛吼，那不断研发啦，平时呢流通。还有啊，行动的厨房，这也是好几年了，希望呢，哪里有灾难啊，这一部车到了哪里就可以呢，让
受灾人或是救援的人能三餐温饱，能提供热食给他们，这都已经呢研发出了很成功。这一部车啦，有三口顶吼，一个绳吼，还有一个呢热水器，同时呢还可以载一吨吼的净水。那里面还有呢这个太阳能吼，它这个车顶啦，加起来遮棚吼都可以，这个太阳能啊，那晚来的时候可以点灯哎，所以这都是呢这种爱的能量，发挥淋漓尽致啊。还有住的啊。组合屋啊，怕的就是说他灾难过后没有定处，那土地啊无法取得，所以不能用很牢固的这个永久屋，但是呢没房屋住的，那我们就给他呢比布的帐篷呢还要牢固还要好的。不管任何一个土地啦，只要临时让它能张设起来，那就可以呢安顿了他们的受灾无家可归灾民的安身之处。慈济赈灾的组合屋从921开始研发，地震发生后的这天，上人已开始请慈济人查询简易屋相关资讯。两天后，在前往台中的路上，仍不断联系此事。旅客李东奇，李东奇先生，请到北二门。你是不是该载落来？好，我看看是什么。注意去装啊。建议有，咱家己若有，唔较紧。吼，伊可能吼，唔是安尼规定的，伊的主宰慈济的简易屋从921开始采用的就是组合式，当可永久居住的大爱屋建好之后，简易屋就会拆除并回收，再运用到各地环保站或其他用途。简易屋的拆装方便与牢固程度也都逐年研究改进。在灾区菩萨们呢一时涌现在这一块土地，研发好的把它架设起来，他们就可以及时应用，这实在是很令人赞叹的事情。灾民有了安住的地方，慈济也会发放大米和生活用品，但上人还想解决卧具问题。过去的赈灾发放一定会在当地或临近大城采买民生必需品，其中也包含过冬用的厚棉被。当慈济开始结合环保与慈善，回收的宝特瓶就此摇身一变，成为全新的毛毯与衣裤。有一段时间，真侪环保站的负责人都甲师傅讲，师傅，宝特瓶吼，无啥人爱啦。啊，咱是毋是吼，卖收啦，无价值呢？我都甲因讲，无价值的物件，咱则都爱收啊。咱毋是为着钱，
咱是为着呢，要互咱保护咱的大地。啊，咱若无修啦，伊就提起烧啊，啊烧呢，都会有污染。啊，咱若甲回收转来啦，哦，就甲因讲一片的道理哦。伫迄当阵呢，就开始，我就安尼想。啊，当收收的要安怎呢？咱迄当阵吼，伫大陆的救济吼，迄当阵呢，米拢用迄个塑胶条啊吼，安尼变做米袋啊，毋知逐个人也会记哩无吼？中华有一位朱星队，倒来见师傅吼，啊哪行哪行呢？啊，我就甲伊讲讲诶。啊！恁好米唔是拢伫咧做好米汁啊嘛？伊讲是啊，我就甲讲，我讲你看这个米袋啊吼，是用迄个塑胶的布条啊去编的吼。啊，咱会当将这个保特瓶，咱会当呢来甲伊翻过来，啊来甲伊抽洗，啊甲这种的米袋啊吼，搁再呢甲伊变较幼稚的，变做亲像呢。布袋安尼吼，可以较油较厚吼。伊看看伊讲吼，师傅，这我应该转来去研究看卖咧。安尼伊开始研发，佮接落来开始就台北啊。台北有一群吼，拢是伫咧发明啊。我都甲因讲，咱即马国际救灾真多哦。啊，这个。保特瓶呢变成了西吼，会当制作布吼，是毋是？大家人来研究研究出了，将这个保特瓶变作毛毯。在企业界讲，这嘛是会当过来研究看卖。果然哦，就把这个保特瓶变作毯啦。哦，一回一回品质。不断不断改良啊，即嘛，迄个毛毯啊，恁知影讲哦，咱已经呢，互偌尼真侪国家有灾难啊，或者是贫困啊，等等。所以讲起来，保特瓶有足侪种的类啊，迄个罐啊，迄个暗杯啊，吼，咱嘛看看甲白啊，啊有字的看。从个真清气，所以呢，咱会当织出了真好的品质的毛毯。即使有了安身的住所，保暖的衣被，但受灾的人往往没有床铺可睡。于是福慧床应运而生。只要你有爱心，你就会发挥了你的智慧。所以福慧床是怎么来的你知道吗？巴基斯坦的那一位呢，刚刚生下来的这么幼嫩的婴儿哦，娃娃，那就是放在呢凹凸不平的啊潮湿的草地上，那简单破破的这样的一盖的，看得实在是很不忍心。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呢想。一旦有了灾难啊，无家可归的时刻，临时的也好，长久的也好，就是有了灾难，也应该给予呢有个安稳能睡觉的地方吧。塑胶呢，如何呢？在最需要的时候，让它成为房屋，成为教室，让他们安身。光是呢，搭一个
渴的建筑物起来还不够，我们要让它在里面呢住得舒服，所以有福慧床。福慧床这要运出去呢，收起来呢啊，薄薄的就可以啦。后柜呢量载的多，再到这灾区去啊，数量多啊，一一的发放啊，打开呢很方便，总是这样一打开很舒服的躺在床上，也不怕雨从这样帐篷的地上射进去，让他们呢坐躺不得哦。这就是有了床让他们生活品质改善的多，这都是呢用心做的呢物质啦，能这样的循环使用，哎，用的呢大家很欢喜。总而言之呢，节能减碳呢是我们现在要共事，不只是共知，共事共知共事还要共行，人人身体力行啊，让人人受灾难的时刻他们也得到了有尊严的生活，这都是我们尽量能做的。我们要如何去发放的安全，当地人呢是用的呢能恢复他们的生机，这都是天天啊都要去了解，同时呢天天要去用心做建议哦。非常感恩，不管是台湾的菩萨、当地的菩萨，还有呢当灾区的也菩萨呢慢慢的浮现出来了哦。这种的种子啊，一生无量，无量从一生带动了他们的感恩，而发挥了爱心，真是爱的能量不只是呢给他有形的物质，最重要要启发了无形的心灵财富，看得都很感动，也是很感恩。